金包穴主要功效：利尿、止痛、调经。穴位定位：阴包穴位于大腿内侧，当股骨上髁上四寸，股内肌与横降肌之间。主治疾病：月经不调。掌握以下三种穴位疗法，有助于预防和改善上述疾病。一、按摩方法，用大拇指按揉阴包穴100至200次，每天坚持，能够治疗月经不调。二、艾灸方法，准备一个打火机，一根艾条，用打火机将艾条点燃，用艾条温和灸阴包穴5至20分钟，每日一次，可改善月经不调。三、刮痧方法，准备刮痧板，经络油，在穴位上抹上经络油，用脚刮法，让刮板面与刮拭皮肤成45度，用脚部从上向下刮拭阴包穴3至5分钟，隔天一次，能够治疗月经不调。操作完毕。